后呢，我是从网上找了一张现成的图片，然后这图片就是一张 JPEG。然后呢，这张图片是我的 color map，我就直接输出这张图片，我把它存为，我选择 export for web，我把它存成 JPEG，存到这 leaf，我把它存好。然后呢，我要做它的 alpha map。alpha map 呢，其实就是一个黑白的一张图，然后白色的部分呢，是我想要显示的部分，黑色的部分就是我想要把它切去的部分。所以，首先我新建了一个图层，然后把它填充成白色，再 edit，OK，然后 Ctrl A 把它选中，再 fill。因为它本来就是白色，我只是告诉你在这里选择填充白色，选择 OK，然后它就是白色。然后呢，我先把它藏起来，回到这张图上，我想要选中所有的这个不是白色的部分，做法是在 select color range。然后我选择白色的部分，OK，这样的话呢，我就选中了所有的白色的部分。然后我再在 Select 里面选择 Inverse，OK，这样的话我就是反选了一下，这样除了白色的部分，我们就全部选中了。然后呢，其实我是想要把白色的部分填充成黑色，那我再反选一下。我再填充一下，填充成黑色，其实就是在 edit，fill，然后在底下选黑色就可以了。我现在已经填充好了，然后这个黑白图做好了以后呢，那我也是把它存成 export to web，OK，JPEG 就可以，这张黑白图。然后把它存成 leaf alpha，OK，这样两张图都有了。那我退出 Photoshop。然后现在进入到 Maya。到玛雅里以后呢，首先我建一个 plane，一个 polygon plane，OK，然后呢，改一下它的大小，改它的属性，我给它2×2吧，然后呢，稍微就变成一个方形，然后我们这个。树叶的图就是贴在这个方形上，因为我们是要用阿诺的来渲染，所以在我打开 Hypershade，新建一个材质，我就要选择一个阿诺材质，我选择 Standard Surface，OK，改一下名字，改成叫 Leaf，然后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给它一个颜色贴图，所以我们到它这个颜色 color 里面来，在它的颜色通道里面插入我们刚才设的一张图，就是 leaf，OK，那有颜色的图，好，颜色有了，现在下一步是，看一下，回到上一集，specular 我把它稍微剪一点，因为。树叶的反光是没有那么强烈的，甚至可以说，
差不多有一点点吧，应该有一点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插入那个Alpha Map。Alpha Map 这个阿诺的 Alpha Map 是在 Geometry 这一栏里面，OK，是这个 Opacity 通道，所以我就像颜色一样，我插入一张图，这张图就是我们刚才做的那张黑白的 Alpha Map。好，插入了以后，你会看到就是，除了树叶的部分，它都变成了黑色。就是已经被 map 了。回到上一集，给它一个这个勾选这个 thin wall 的这个选项，其实就是稍微给它一点厚度吧。大体上就是这样。然后我选择我的刚才那个 geometry， 然后我把它 assign material， OK。然后现在我按6的话，应该就可以看到。我 UV 是没有怎么做，但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差不多，不要变形变得太厉害就 OK。现在在视图里面看到的，它还是有这个黑色的边，但这个跟视图显示有关系，是在这里面调，在 show，不对，在 render 里面，在这个 viewport 2.0的选项里面，你选择在这个 transparency algorithm 里面从Object Sorting 换到 Alpha Cut，OK，然后它就会显示透明通道。这样的话，我现在打开 Arnold 来看一下，先给它一盏灯，一个 Area Light，OK，然后把它移过来。现在我给它看一下 Render View。我把这个灯稍微调亮一点，zoom 一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alpha 还是没有渲染出来，这个跟这个 geometry 本身有关，所以我现在选择这个 plane，然后在这个它的 attribute editor 里面，在Plane Shape 底下有一个 Arnold 的这个选项，然后呢，我把这个 Opaque 这一栏勾选掉，这样的话在实时渲染里面就可以看到透明通道的一个图了。那实际上这个树叶其实它的步骤就是这样。然后呢，我给它稍微 geometry 来点，给它一点变化。然后呢，我再把它的 pivot point 稍微移到这儿来，移到它的那个颈部，OK，对齐。那这样的话，我把这个 render 关掉，剩下的事情就是怎么摆放的问题了。我现在 import 一个 model 进来，说一个树，然后我把这棵树先摆一下，center pivot。直接把这个 pivot 放到下面来。然后再缩小一点这棵树，这样的话我就把这个树叶，直接 snap 到上面来，缩小一些，然后转一下方向。我可以在这个 lighting 里面选择 two-sided lighting，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一面特别黑的情况。然后就复制它，rotate，再 rotate，再复制，再把它 rotate 过来，
转一下。这个树的这个树叶的种类其实是越多越好，但是那个流程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现在只用了这一个。你可以大概做一个，做七八种不同的树枝或者是树叶的，然后你把它拼在一起，这样的话就会显得丰富很多。因为我现在看的，因为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好像这棵树的树叶有点单调，这样。尤其是像我现在这样一团，整个的给它 copy 到其他地方去，转一下角度，到这边，然后这里再到这儿，对，总之就是变化越多越好。那一棵树的话，它的长势是怎么样的？这大小啊，这些都可以让它选得越随机越好。中间再给一点。那我现在再渲染的话，因为现在树干没有 UV， 也没有贴图，我现在只是看树叶的效果。大概就是这个效果了。